听过吗？没有听过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有。到底有没有？有听过的举手。有哦。好。接下来这首歌，你们应该也听过。它很简单，但是它很难唱。这个地方和我真的是谢谢铁花村，也是给我机会在这个地方唱歌这样子，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，我喜欢分享故事，分享歌声，更喜欢大家来享受音乐，也不见得是我。在铁花村，他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很棒很棒的音乐人会在这个台上，还有创作的会在这个地方演出。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台东的话，可以告诉你们的朋友，来台东的时候一定要来铁花村听歌手唱歌，他们都很棒，不是只有有出过专辑的歌手啦就很好听，没有，还有更厉害的，他们是还没有被发现的，可是他们都会在这个地方演出。大家可以鼓励这些音乐人，他们可以把这些他们自己的创作好发扬光大。有太多太多的厉害的歌手在这个地方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这首歌曲献给大家。想因为现实